好了，谢谢林姑娘，麻烦你又跑一趟。郑大哥救命之恩，这点小事算什么？ 伯父，嗯，伯父，伤势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啊，都是些皮肉之伤，无妨。坐。好。你就把我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踏踏实实住着，不要见外。好。十几年前，伯父对我的教导一直都历历在目，这些年我也一直以伯父为榜样。我听说你加入了南方的革命党。 这次去东北也是为了革命事业，现在的中国就是一盘散沙，只有革命才能救国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、恢复中华，在我们努力下一定会成功的。嗯，好啊。对于这次火门三关，你有几分把握？中原武林高手如云，五行纳星也卧虎藏龙，想必会有很多人来参加。 还是希望伯父能多指点一二。嗯，实不相瞒，现在革命的力量还很薄弱，小侄也想借助武林的力量报效国家。好，很好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辈理应如此。这几天啊，你就好好的养伤，顺道也让三蛇指导指导你。谢谢伯父。 还有啊，我看你和幺二的婚事也差不多了。等这次过了火门三关，等你夺得魁首，就把你们俩的婚事给办了吧。求之不得，实不相瞒，家父已经催促我很多次了。我也想尽早完婚，了幺二的病痛之苦。对不起。 好啊，你就踏踏实实的成为火王的弟子，然后风风光光的迎娶耀儿啊！是。嗯。奶奶包子吧。包子不错，还热着呢，给来几个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姑娘，你看这个手镯，既好看又便宜，非常的适合您，您试试。 这个耳饰也特别适合您，你看。这个耳环既不是金也不是玉，但是样式非常独特，很衬你。老板，多少钱？不用了。哎，林姑娘不必客气，你救了我一命，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而已。 莫非林姑娘嫌他太便宜了？我没有。那就好，抱起来。好嘞。有件事情想请林姑娘帮忙，不知愿不愿意？什么事儿？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跟黄小姐说清楚。你是说你要跟水瑶儿结婚的事儿吧？ 谢林姑娘。哎呦，看看呀，就好看，看这伤口，两天死了两个人，这是什么五行纳星？简直是五行纳命啊！我看啊，就是有人不想让我们参加火门三关。八公子，要不然咱们走吧，别来趟这趟浑水了。 那万一丢了性命，那太不值了。谁说不是呢？简直就是邪了门了。怎么样？伤口很奇怪，上料刀，圆弧状，很少见。你们知道谁家功夫是这样的吗？这也不像钩子兵的手法呀。一刀毙命，没有其他外伤，那只有两种可能：第一种，就是凶手武功高强，让死者毫无招架之力。 被一刀毙命，这个人我认识，山北有名的高手，他性格古怪，独来独往，生人很难有伤他的机会。
那就是第二种。死者认识凶手，所以对他毫无防备之心。但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。哪儿奇怪了？我得再想想。爸，你刚刚说奇怪，哪儿奇怪了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什么样的凶器能留下这样的伤口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天下武功啊，千奇百怪，什么样都有。火门三关快到了，火家也把王家铺给封了，四处都有人把守。在城内参加五行纳新的人也都排查了，都没什么问题。所以这个凶手一定还在王家铺。灯下黑，这家伙应该是咱们平时注意不到的人。哎，好，二位客官，请。咱们家是哪儿啊？聚染房。那我们就来个以蛇出洞。老板，哎哎，来壶茶，两笼包子。哎，好嘞，稍等啊，饿死了。听说了吗？严大哥向火王汇报了，火家已经设下天罗地网。来了，那咱怎么干啊？慢用啊，小点声。放心吧，张四爷的贼窝我早就查到了。咱们这样，过来。知道了吗？记好了。茶水呢，老板？马上，马上啊，马上！来，让一让嘞，让一让啊！走。奇怪了，他明明刚刚往这个方向走的，人呢？应该在附近，不会走远的。走。三叔，您是不是长我身上了？小姐，你太不让人放心了。我要去洗澡了。去，备水给小姐。是。幺儿。啊，三师叔。啊，郑先生。你怎么赖在我们家了？哦。三叔。啊。我要跟他说会儿悄悄话，要不您，啊，好好好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，幼儿？别想那么亲热，帮我打个掩护。对了，我爹呢？啊，他跟霍王一起研究玉胎珠呢。嗯。哎，别动，别跟着我。为什么？让你别动就别动，哪那么多为什么？你拿着黑石火令是要给霍小邪吗？嗯，我就是要给他。能不能帮我把他引开？算了，不勉强你了，还是得靠我自己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伯父已经答应我了，等火门三关一结束，我就娶你为妻。我不会嫁给你的。那是我们父母定好的事情，你要想清楚。正则道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我心里已经有别人了，你退婚吧。可是你的身体……我知道，我就算死也不会嫁给你的，你死心吧。霍小邪他凭什么？他配不上水瑶儿，更不配得到圣王鼎。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。
宁愿死也不嫁给我吗？谁找我？郑大哥，你等我。金大哥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坐。你怎么逃出来的？我趁他们疏忽，偷溜出来了。厉害。那你现在？我暂时住在水家。水家？嗯。那你见到水妖了吗？啊，他回去之后被水王关起来了，不让他出来。我先给你看个东西，啊！秉恒，闹得跟他们还好吗？他们都很好，我给他们找了份工作，在学校当校工。陈大哥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这都是我答应你的。如果你是如果我去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帮我兄弟找一份正经的差事，我不想看到他们在荣皇混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封天到王家铺，你救了我三次。现在我两兄弟也能过上好日子，以后不用再流浪了。我胡小贤，我虽然嘴不太会说话，但以后我这条命是你的。你的命是你自己的，你叫我大哥，咱们就兄弟。干一个。坐，大哥来。这么多好吃的。是啊，兄弟，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。大哥，你说，全力以赴。水儿他，水儿他怎么了？他是不是被水王打了？他很皮，我知道。水儿，她是我的未婚妻。这桩婚事在20年前就定下了，原本准备等五行纳新结束过后，我们就完婚的。什么？我在奉天辞去警察的职务，也是为了加入五行世家，迎娶水瑶儿。可是他对我有些爱答不理，甚至有点厌恶。兄弟，我看他对你挺好，你说的话他兴许能听，你帮帮我，劝劝他。陈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婚约在身。没关系的，你之前不知道吗？水瑶是不会嫁给你的，而且我已经答应过她要娶她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郑大哥，你在奉天也算是个明理的大人物，何况你跟水瑶只见过几次面，你觉得你们的婚姻算数吗？是，我之前也一直反对这种封建包办的婚姻。可是这个事情，它不只是婚约那么简单。如果只是婚约那么简单，我都不会说。只是你知道烈心丧魂阵吗？什么意思？水儿的母亲在怀他的时候被人暗算，
水儿出生就得了烈心散魂症，传完这种怪病，只有水火双血脉的人和他结婚才能治好他。水王四处寻访，才找到我们郑家，所以他认定只有我才是能救他女儿命的人。兄弟，水儿的时间不多了。 我不懂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水王没有办法，天下的名医也没有办法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遵守婚约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能救他的命。或许在我心里，他早就是我的妻子了吧。 我不相信，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陈大哥，什么婚约，什么寒毒，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呀！你告诉我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他没有骗你。 我问过我师父了，整个穆家都没有办法。水儿说过，只要能跟喜欢的人待在一起，就算只有一天，也算是一辈子。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你，除了你。 他什么都没有了，瑶儿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你明明知道，你说什么我都愿意为你做，难道？ 小邪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是现在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不得不去接受。除非你能看着他死，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命吧。 照顾好水瑶儿，不要欺负他。他生气的时候，你就让他打。他喜欢练武功，但你马不一定要蹲地。抬起来点，闭眼睛，瞪出去。他做饭的时候。 一定要说好吃，这么好吃啊！嗯，好吃，要吃的很大声，这样他才不会觉得你在骗他。不要欺负他，陈大哥，答应我。
一定要答应我。黄小贤，你不能再喝了。也开始羡慕水儿，郑大哥，你让我做的，我都做了。林姑娘，三叔，你就让我出去一趟吧。小姐，你还是吃点早餐吧。三叔，要不你行行好，你帮我把东西带去客栈也行。什么东西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看我都这样了，能没事吗？哎呀，小姐呀、啊，咱们府上怎么能有采花贼敢进来呢？哎呀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你快去追他，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把他给抓回来。你快去！哎，你怎么不走窗户呀、啊、你？蠢死了！见到水耀儿了吗？什么？半个时辰前我在街上见过他。哎呀，肯定去找霍小邪了。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小子。那我们快分头去找。啊，走走走走，快快。兄弟，大哥，祖宗，你别话了，吃点饭吧。茶摊老板在这里消失。他们老霍一定在附近。霍小邪，我家小姐呢？你不让我见她，现在又来问我。别以为我不知道她来找过你，她到现在都没回家。还没回家吗？水儿人在哪儿？跟我走一趟，你就知道了。四爷，咱这儿已经被霍家发现了，您在这儿不安全了。要不然，您看，如果真的是被发现的话，来的不应该是你吧？应该是霍家的人吧？
你这个蠢货，这个叫投石问路，你着了人家的道了。您放心，我昨天得知星儿没赶来，我甩掉了尾巴，今天绕道过来的。四爷饶命，饶命啊！四爷，起来吧。谢四爷，谢四爷，谢四爷。起来，四爷，人到了。水二人呢？是不是你派人抓了他？你要找的人，他很安全，你不用担心。我们三关在即，郑队长有何必胜之策？我的事不用你操心。依我看，水幺儿的心上人不是你。你单凭一纸婚约，很难成为水家女婿，倒不如我送你一份大礼。自古美女爱英雄，我可以帮你演一出英雄救美。但是你们完婚之后，我要水王的命。可笑，我会帮你杀我岳父。五行世家的人应该很快就找到这里了。你知道就好。我会妥善照顾你的家人。你留在这儿，告诉五行世家的人，城里的那些事儿，你都是受谁的指使？啊！是他，都是他指使我干的，是他。谁会相信他说的话？谁又会不信呢？你为了排除异己，杀些人，那是正常的事儿。况且在这之前，你曾经落到过我的手里，他们会认为咱们二人早就沆瀣一气了。如今这世上最容易被玷污的，那就是名声。真是我们穆家的手法，能不能解？给个痛快话吧。哎呀，事关上王庭的线索，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破解。不如大家稍事休息，先准备一下火门三关吧。明日我们继续来，我再想想办法。这次纳新，还望火木两家尽弃前嫌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不跟老穆一般见识。我一定安排严景天到穆家去听候差遣。如此甚好。吾独妻之恨未泯，如丧女之痛将至。看来水儿是被张四抓了。三师叔，你去通知严堂主，我去找霍小邪他们。好。就在这儿跟刘丹。应该是那个方向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研究过这里的地图。西边呢是条大道，人太多了。南边是悬崖，不太可能。只有西南边人少，适合隐藏。那赶紧走吧。走。
有鸽子兵，看来这就是张四爷的藏身处。水木火三王正在闭关，现在怎么办？夜长梦多，我们只要负责引开周先生还有张四爷就可以了。张大哥，我们去引开他们，你去救人，走。小心点。张四爷给我出来。小子胆子不小啊，竟敢来送死，那就送你一程。动手。驾。来呀。爹呢？他没来吗？你没事吧？我跟你说话呢，胡小邪呢？臭小子，可以啊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才能找到张四爷的住处。这不算什么。哎，怎么能不算什么呢？你救了我们家小姐，可是立了一大功啊。客气。胡小邪，胡小邪，你站住。停，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回回来走。是。胡小邪，胡小邪，你站住！别追了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可是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你就是想把我甩给郑泽道，一走了之。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，我愿意跟谁在一起。你也没问过我呀。你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的师父，我的兄弟，他们都离开了我。我不想再失去你。能不能别离开我？水瑶，我能做的应该就是离开你，求你了，嫁给郑大哥吧，哪怕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了，至少我想你的时候，你还会笑，还会哭，还会做难吃的饭，生气的时候还会凶巴巴的骂人，我就很欣慰了。你就当为了我忘了我吧。我不要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姐刚才被张四爷抓走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他受了些惊吓，并无大碍。带小姐下去休息。是。
我去穆家给他取些药。嗯，有劳贤侄了。小姐，有人找你。林姑娘。郑大哥。水瑶儿，她没事吧？啊，她只是受了些惊吓，并无大碍。那就好。我来帮她取点药。啊。这些药饭后服用，一日三次。寒凉的食物不能碰。虽然我能帮他减轻一些病痛，但我也救不了他的命。老板，我想买点药。熊熊烈火，皑皑白雪，寥寥都无痕。涓涓流水，向上西牟，发则众相称。滚红尘画的笔阵，山水画外人，总有新人说旧闻。不甘平凡做个庸人，却做了凡人。恨无极深，时空一轮，转不过乾坤。东南西北木火见水，土上心化尊，藏着五行书一本。千山暮雨乱世，刀起便可发身。不生土一场雨，草木也可扎根。土生水正权谋，权起心中尘。水生火一一脉，诛仙熄灭心中恨。火生金就一物，之魂淬炼志在心。却寥寥都无痕，涓涓流水，上上细目，发则众相称。滚滚红尘画的笔阵，山水画外人，总有新人说旧闻。不甘平凡做个庸人，却做了凡人。万物既生，时空一轮，转不过乾坤。东南西北木火见水，土上心化存，藏着五行书一本。千山暮雨乱世，刀起便可发身。不生土一场雨，草木也可扎根。土生水正权谋，权起心中尘。水生火一